有，这样可以猜猜是谁的眼睛哎、欸？关嘉琪的吧。你拍我吗？对，头发不行。是。Thank you.
家花园，因为他等下十点会有个导览，感觉上蛮酷的哎。刚结束那个两个小时的导览，他介绍了蛮多的一些建筑原理，可能他是防灾的。国共内战花园的部分啊，有就是被一些兵没有地方住，就来这里住，看到一些小房子，那里面是空荡的。我就想到以前可能我们躺在那些房子里面的那种画面，然后我看到墙壁可能黑黑的，我就。是不是他们弄脏的还是怎样？我发型很乱啊，没关系啦，又不会放上去。我觉得你会。